今天呢是2019年4月7号，这个日子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日子，首部由我们澳大利亚的华人自己拍摄制作的电影《末世情迷》首映。我相信呢，6年前您在现场出席过那次电影首映式的朋友们，一定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盛况。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也让我们记住了创造历史的人，他就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戴秀芳老师。而今天6年之后的4月7号，在这样一个对于戴老师来说有着非常非常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我们又看到了他的第二部作品《情断伦敦桥》的首映。首先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表达对戴老师以及他的作品的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祝贺。谢谢大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出席光临和支持。那么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天我们活动当中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一些嘉宾啊，他们也是百忙之中来出席我们今天的活动。那么他们有来自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澳华研究学会的主任陈阳国生老师，欢迎陈阳国生老师。还有澳大利亚著名的报业人、作家、影视艺术家、作家联合会的顾问黄慧元先生，欢迎您的到来。还有我们 ABC 澳广中文部的主任方腾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墨尔本的资深的媒体人，原 SBS 中文部的主任，也是澳大利亚华文作家节主席、澳大利亚中华国际艺术节的主席，著名的媒体人胡梅老师，欢迎您。妈祖文化协会的主席林一汉博士，欢迎您。还有我们著名的杂志《同路人》杂志社的社长 Raymond 周先生，欢迎您。维州华人文化艺术协会的会长冰心女士，欢迎您的到来。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出席我们今天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的一次盛会。那么我们首先请我们澳华学会的主任陈阳国生老师致辞。Maybe I can just stand here.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a great time, a great pleasure to come here to join this very special event. We're going to watch the movie, which is the Love at London Bridge. But I'd like to say something behind the screen about my very dear friend, very respectable friend, Dai Xiufang. Xiufang was a university lecturer, and she was a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a writer.And she also worked, I was talking about it last century when she was in China, she also worked in the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And when she came to Australia, the whole life has changed. She kept on still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also doing translating, interpreting. But her passion in her blood and bones is writing and film production.The first time I met her, she said she was going to produce a movie. I said, a Chinese produce movi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Australia? Who has tried that? Many people have a dream, but to fulfill the dream, it takes so much time, energy, investment, and the whole family behind her, dragged by her into the film industry for many years. And I said, Xiufang, can I ask you how old you are? She was about my age. We're going to be 70 years old.At that age,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her life trajectory. Many people decide to retire to enjoy their life, but she decided to embark on a completely new journey. That journey is really showing the strength of Chinese Australians, the capacity, the passion, and her capability. She won so much love from friends and support, and there's so much for her to go through.Perhaps many of you here know her, and we all respect her. And I know that she has the first movie, which is Engraved Love.
I did not have time to wash it, but today I said I must come. I should be on my way to Canberra, but I decided not to go that way. Come here to watch this movie. So let'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to thank Xiu Fang for her great encouragement, creativity, and persistent struggle and passion in the film industry. Thank you, Xiu Fang. Thank you, everybody. 谢谢。说，我还要说几句汉语，就是。大家都知道秀芳走过这一路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多年一个华人在这个国家用双语来拍电影，那么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她真是走过了很多的路，她走过了很多人没有走过的路，但是她走出来了，这也是我们特别值得我们骄傲和佩服的。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秀芳，比我大一点点的大姐，祝贺你秀芳大姐。非常感谢陈阳国生老师啊，又把我们的这个思绪呢带到了十年前了。这个十年前呢，当戴秀芳老师在花甲之年的时候说我要拍电影的时候，他得到的最多的评价就是痴人说梦了啊！没想到他真的圆了他的梦想，也圆了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华人史上的一个梦想。那么今天我们很多的嘉宾朋友都要在这里表达对他的祝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著名报业人、作家、影视艺术家作家联合会的顾问黄慧元先生致辞。戴秀芳老师，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很荣幸的应邀来参加这个发布会。我首先呢，要代表我们这个我是墨尔本日报副社长啊，同时呢，我也是维州我们墨尔本华文作家联谊会的监事长，我代表我们这两个单位对戴秀芳老师的这个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朋友们，我相信呢，在座的都是呢这个对文学方面很有成就，而且呢是很有这个知识方面的。大家都知道，文学作品呢有四种题材，这四种题材呢就是散文、诗歌、小说跟戏剧。那么这四种题材里面呢，最难写的就是什么？戏剧，因为它的冲突要有高潮。而且呢，要有很大的、很好的这个形象，才能够突出他的优点。那在这方面，戴秀芳老师呢有一个突破。大家记得吗？六年前，他有一套那个电影啊，也是这个开幕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呢，我是应邀参加。那个时候呢，我看了以后呢，我很感动。而且呢，这一套影片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赞赏，得到很多。这个看的人，这个观众的赞赏，啊，可见呢，他这方面是很突出的成就的。最难写的题材，他能够写，而且呢，能够突出的表现他的优点，这一点这个成就我是很难得的，啊，我本人是作家，我有5本单行本的书，可是呢，我写不了几本哦，啊，我的长篇小说《苦海青烟》。有新疆有一个出名的导演帮我改成这个戏剧，也没有办法去放映。所以呢，这个剧本呢，写尤其是电影剧本非常困难的。最近呢，他的成就呢非常之突出啊！不但就是上一次已经六年前有一片已经很突出了，今天呢再来一次啊，更上一层楼。所以这个呢，我今天非常高兴啊！大家看看，我今天穿得很帅，是不是？为什么呢？表达我对他的敬意，表达我内心的高兴啊！他的成就呢，这个第一点我们应该肯定的。第二个特点，这套影片呢，刚才呢，这个小姐田华小姐已经介绍过了，自编、自导、自己制作，三制。一包包什么呢？包来销路啊！所以呢，朋友们，我们今天为他的成就呢，表示热烈的祝贺，而且呢，希望他六年以后啊，有更好的作品，好吗？啊啊！
我相信大家呢都抱着一种心态呀、啊，就赶快来看那个电影是重要的。所以我的话呢也不讲太多了啊，谢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好，拜拜。谢谢您，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邀请维州华人文化艺术协会的会长冰心女士致辞。各位嘉宾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我很荣幸的来参加带导的电影首映式，同时我也很荣幸的参加了带导的电影的一些片段的拍摄。从当中我感觉到这个电影的拍摄很不容易啊，一个小小的镜头，一个小小的片段，可能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精雕细琢。我很敬佩带导，他一丝不苟忘我的工作，祝贺他今天做出的成就。啊，我也感慨在澳华人的不容易，再到一个新的地方，一切重新开始，工作生活各种担子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维州华人艺术协会呢，本着开拓华人的美好生活圈子的这个宗旨，我们也一起组织了一些活动，中秋活动、国庆活动，庆祝新年的活动。今后我们又更向在座的各位前辈学习，啊，我们又为华人在这边安居乐业、融入澳洲文化而努力，也为华人留住自己的根、自己文化的根而努力。谢谢大家，谢谢带导。好的，时间到这里呢，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今天活动的主角戴秀芳老师。有请戴秀芳老师。喂，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欢迎你们，而且对你们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啊，请你们一起来庆祝我电影的完成和在这里首映。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the guests, today I welcome you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celebrate the completion of my film. And it's completion here and celebrate with me. And secondly, yes, I'm not, 我不是著名的导演像李安或是张艺谋，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和普通的女人，为了一个梦想而飞翔，努力的飞翔去达到一个目的。所以 I just going to say I'm not a famous directors like 李安 or 张艺谋， I just ordinary people and ordinary women who try to fly with the, you know, with the effort to get the richer goalTo make a film.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了，我进步了，而且让我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In which I learn a lot and make progress, and also make myself as a better person. Yes, I will go on, keep on learning, and keep on make progress. All right, today.I'll take opportunity to show my appreciate, thank my thankful to all the people who helped me in the last 30 years since I stand on this beautiful land. 我借这机会感谢所有的人在过去的30年里给我的帮助和支持。Especially, I feel in depth, all the people give the guidance and support and help in my making films. I'm sorry, I have to say some Chinese. Okay, 在过去我也感谢一些人，在我过去三十年里，我来到澳大利亚给我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我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 ，including all the guests here.Now,
Next time today, I thank all the people just now, their speech, which encouraged me to go further to make progress. 我很感激刚才几位人的讲话，他们鼓舞了我，让我今后更好的工作。Although thank you, 感谢你们的 compliment, 你们的赞词。实际上 ，I don't think I had done so much. Anyway, I try my best, but everything 我尽我的努力，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所有的 people to help me. 所以我觉得这些的成绩都是大家支持的结果。Whatever I have done, I things I do to the people to help me in the past 30 years, especially in my making film, so many people involved and help me. 在拍电影过程当中，很多人帮助了我，支持了我，我是由衷的感谢。In my making film, so many people help me, so I feel thankful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今天在这个地方 I don't want to speak too long anyway. And just now, Tianhua mentioned that in 1913, April 7, we have to show this, the film, the last one, In Great Love, in Hoyts, in Melbourne Center. 2013年的时候我在Hoyts 电影院首映的。今天 also April 7,But now it's 2019, the different years. But anyway, I feel, 我感觉到我非常的自豪，因为我觉得我能够用我自己的东西来庆祝我的生日。So I feel proud that I can celebrate my birthday with my own products. Oh,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s a lot. Thank you. 那我说了，四月七号呢，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对于戴老师来说。那大家也知道了，四月七号也是戴秀芳老师的生日。哇哦！O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让我们一起祝贺戴老师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谢谢。生日快乐，戴老师。生日快乐。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谢谢你。Thank you. Thank you. I love you.谢谢戴老师，谢谢了，戴老师您留步啊，也还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电影团队好吗？Let me introduce somebody especially today. 我来介绍今天，因为我们的主要男女主角不在这儿，所以我今天主要介绍我们的叫做幕后工作者，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他们上来呢？是的，是的，跟大家见见面啊。OK， 先请我的助手张义欧先生上台，请我们的摄影师王月先生上台。王月先生还在这个现场工作，就放着。他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还有我们的那个今天场地录音师有没有来 ？OK。Philip, OK， 这请上台，请上，哎，请上台，上台吧，上台，到时候拍张照片也是大合影，挺好的，挺有纪念意义的啊。我们的化妆师维尼，请上台。我们的剪辑师哥哥。OK， 剪辑师，哥哥 ，come here，and our actor Damien Omer，come on，
还有几位的这个团队的主创人员呢是没有来到了现没有到现场来对啊。我们今天主要就介绍我们的后面的这是我们的幕后工作者啊，他们的工作都很努力很辛苦，所以我非常的感谢。This our crew, they work very hard. And I introduce here, this one, makeup artist, 是我们的化妆师。This our actor, he play as a father, Robert. Robert, yeah, okay. This is our film editor. You, okay. And this our.Sound recorders. Okay, this is our cinematographer. All right. 摄影师 Yeah, 摄影师 This is my assistant, 是我的助手他 always, 还没他们都很努力的工作所以 I feel in debt to them.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Wow, thank you.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谢谢你们辛苦了我很感谢他们在这个拍电过程给我的帮助和支持，是非常辛苦的。Very very hard job. Okay, come on, can I take a photo? 来 ，take photo. 你拿。Oh, okay. All right.好的谢谢谢谢戴老师以及您的团队再次表示祝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放一下我们的花絮吗好的Thank you.
有声音吗？这条？有，等会儿，不好意思。要我。